哎，老板有那凉皮儿吗？有凉皮儿。给我来一份儿。好。今天天儿挺热的，回家也不乐意做饭了，就买一份凉皮儿吧。8块。嗯，好嘞。8块钱一份的这个凉皮儿哈，再配点那个无骨鸡爪吃，就是我的饭了。吃多少倒多少吧，吃不了的还给它冻上去。这个没有防腐剂，所以得冷冻保存这个。行，够我吃的了，还剩这么多了，还能吃两顿。把凉面拌好，这做料包，我简单也省事儿。现在这5克菊粉可不能忘了喝啊，一勺就是5克，倒在这个小墩墩杯里边，专门喝菊粉的，晃晃这个水，它不结晶啊，就能喝了。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咱们这个菊粉的618的活动价啊，大家抓紧下单吧啊，现在已经618的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后期了。别回来给忘了，好多网友可能还不知道了哈。之前咱们喝菊粉喝得特别好的那些便秘的网友，效果也好，一直想囤的，现在开始下单了啊，别错过这个机会。好，我把它喝完了，我就开始吃饭了啊。凉皮的味儿真不错，这一份是8块钱，我估计全国各地可能都有这个吃法，是吧？凉皮儿，您那个当地这一份多少钱？我今年是第一次吃这个凉皮儿，去年我买的时候感觉是6块7块的，今年涨了点价，不过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啊。尝尝这个我最爱吃的这个脱骨鸡爪，酸辣脆爽，味道真好嘞。我上次买的那个都吃完了，这个也能吃个3-4顿吧，能。这夏天吃点这个觉得特别的开胃哈，特别爽口。就这一碗面再吃点这鸡爪就吃饱了，不用吃别的主食了。像这个这种鸡爪你要自己做吧太麻烦了，还得去骨头，然后去骨你还去不好，我觉得就是买想吃了买那么2斤吃就可以了。就这个鸡爪子在那个超市里买生的也挺贵的啊，我那天问是23块钱1斤，要这么合下来我觉得还是买点这个现成的合适啊。你想骨头剔下去得占一多半是不是？网友看完我这个视频就该说了，恩大姨都这年龄了还吃凉的哈，我也不是总吃啊，我就是馋了这口了我就得吃那么一次，其实这一夏天下来我也吃不了几次，就偶尔的真是想吃的就吃。好，今天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啊。网友朋友们，你们说说这一份的凉皮儿您那儿卖多少钱？